千万不要选中刘备啊，因为会死得很惨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就嗝屁了吧？哎，居然得救了，看来天不亡我呀。上来先使用刘备的天赋技能制作草鞋，没想到这么畅销，而且供不应求，摇身就变成了村里的首富，还娶了村长的女儿。接着把村民召集过来训练成士兵，派他们去开采矿石，砍伐木材，用来建造工程器械，然后再改造一下这些破旧民房，把村子打造成一座城池。这时就会触发江洋大盗入侵，然而我早已兵强马壮，丝毫不惧敌人来犯，直接拉出我的投石车，在城前摆成阵列，然后一顿狂轰滥炸，将他们全部消灭，开启了我逐鹿中原的雄图霸业。登入就送神赵云，快来下载吧。